2020年1月4日星期六上午9:20，咁我哋嚟到流水響，咁啊見到有越野賽啊，啲人由大美督跑緊嚟，第一個跑道啊，呢個係勁啊！咁我哋今日咧主要係去流水響水塘睇落魚蟲，呢度係我嘅故鄉。天空之鏡，感謝主，好好天。2020年1月4日星期六上午10:00，我山明水秀的故乡流水响。曾经有两年干塘啊，最少。而家天空之镜睇得靓到，好好天。